黑公司的取代。我在戏谷这一次，很多像马斯克他收购这个 Twitter， 一次就解雇一半的员工，因为他现在是首富，他敢这样做。结果你看他做了这件事之后，他马上就是很多大公司在戏谷都不干净。我这里我一两个月前都在戏谷，我看到这一个。